可以让欧总在更大舞台上面，然后圈到更多的粉丝，然后让我们的官方，不管是 IG、YouTube、FB、TikTok，就是在往上升、往上升。因为大家去追踪我们的 YouTube，我发现我们 YouTube 的那个订阅数比较比起我们的 IG 偏少一点。对，所以要支持就一起支持，所以就是都订阅起来，好不好？对，因为我们之后的 MV 会发在 YouTube 上，对，所以不会发 IG，对，所以 YouTube 还是要订阅一下。对，所以要看我们的 MV，真的要去订阅 IG，对，不是订阅 FB，不是YouTube，所以 IG 也很重要，IG 会常看我们日常，可是 YouTube 也会看到我们日常，对对，然后 YouTube 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 MV，可能还有 MV 的花絮，哦，对，然后可能还有我们排练的花絮，对，所以去追踪我们的 YouTube 就可以看到比较我们完整的作品。对，那个时候我们 MV 刚拍完，然后公司就给我们一个小任务，他说希望我们可以达成破亿观看。哇！对，所以各位那个 YouTube 必须追踪起来，好不好？然后我觉得啦，这一次的 MV 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吧？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质感，而且蛮厉害的。我觉得已经很久没看到这种，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多钱，真的 这样烧的感觉。所以请大家帮我们支持一下，然后我们压力也很大，毕竟对，就是花了多这么多钱在我们身上，然后有借有还吗？对，我们还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这样。来，我今天的愿望。今天在那个高雄许了一个愿望，是我们的 IG 可以破万，就是 IG 追踪破十万，对，破十万的粉丝。然后第二个愿望还没许，那我现在许，就是希望现在有在观看的所有人都去帮我们追踪 YouTube 的那个官方账号，对，对，也就叫欧总，然后大家查一下，应该就会查到，对不对？没错，好的。那直播接近尾声，最后可以来一个截图的时间吗？对，请主安摆出一些可爱的 pose。五点，所以剩两分钟了，我觉得可以多给大家再一两分钟。没错，多拍照。这个最后的最后呢，主安麻烦我们来一些可爱的 pose 啦，可爱的 pose 啊。然后呢，因为这是主安怕嘛，所以今天就主安来啊，完成这件事情。哎，你自己带起来。这是我现在可能带不上。然后这件事情呢，我就要离开了。拜拜，你拍完再跟我讲，我再帮你做结尾。耶、yeah. ！等一下。好，你敢不敢把眼镜戴起来？不敢。偶包是不是？我刚戴过。偶包啊。哦，记不得啦。一，来第二个，来第三个。来第四个，来第五个，好，换帽子。来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五个。好，那我们本次直播要到这边结束了。然后寿星有包再跟各位讲讲话的。嗯，希望就跟我觉得我今天在高总讲的一样，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然后你们的支持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动力，然后也非常谢谢，就是一直支持我们这么久的粉丝，然后一直给我们很多正面能量，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有点低潮的时候，就会看一下粉丝的留言跟讯息，然后我们就会获得很多正能量。然后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团，希望传达给大家的也都是真的是正能量，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带给大家的是更多开心的感觉，然后听到我们歌是会笑的，然后会跟着唱的那种。对，就是你平常开车没事那种，或者会想听的那种爽歌啦。好，时间差不多了，谢谢大家。稍等一下，目前接货密报，
那个我们本次的直播不会留档，所以我在这边为各位谋了一个福利，把你的手机下面那个直播关掉，给大家满版的截图。好，好，来，可爱五连拍，预备，一。你的道具啊，你的道具。哦，道具被姐姐骂。道具。哎，来二。好吧，来，哎。好，来三。哎哎。啊。好，四。来，最后的最后，给他一张可爱的，来五五六七八。好嘞，呜呼，耶、yeah ！生日快乐！好，那谢谢各位，本次的直播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哎，讲的好像我是主持人，你自己做结尾。哎，你生日的时候，哎，我确信，因为我生日的时候你是我的主持人的事情。放我，放我，互相嘛，对。好，谢谢大家的祝福，然后也期待欧总未来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正能量。对，然后期待幻卷生日，对，幻卷生日要到了。然后大家要去记得追踪我们的 IG、FB、YouTube， 然后 TikTok 追踪起来。然后我们的小编超用心剪我们的所有影片，然后追踪坏君的 IG。对，然后郑重说一下，小编不是我，是姐姐。就是姐姐真的是非常用心在帮我们经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因为你们多看他就越开心，对，他就越有动力去剪。他每次看到观看数比较多的，他就说：“哎、欸，好开心哦，我们要上升了，我们要上升了。”对，再麻烦大家了，麻烦大家多照顾，就是未来我们新的开始。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